OK，可以了。OK，可以了。好，刚才咱们讲的这个是什么？这一章叫什么？U。这个。优惠券。券，对，优惠券。那越南语是啥呀？是 voucher。那这优惠券，我们一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种啊？在越南这种多吗？有。优惠券啊，但是老师怎么去吃东西？他们一般都是给，然后下一次才能享受这个优惠的价格。好，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学关于商务汉语的价格，我们有想问人家多少钱，汉语怎么说？去询。询价。除了询价之外，咱们可以说询。询盘。那么我们想买东西，我们去问人家价格是多少，我们去询价，然后人家就可以向我们报价。那人家给我们报价之后，我们就买了吗？人家说多少，我们就买多少吗？还没。我们还要做啥呀？讲价。我们得讲价。你还记得上一次段老师给我们看一段吗？有个女孩她问老板这多少钱，然后老板说这200块，然后她说200那么贵，我就走啊，我走了，然后我头也不回，然后老板说，然后她走的，你不叫我回来吗？然后到最后老板叫她，你回来吧，20。刚开始老板说多少？200。然后到最后老板说多少？20。对，你说这老板怎么样？如果是你呀，你去买东西，你肯定是吃亏的。他们如果老板说200，你敢说20吗？你敢说二十？不敢，那当然了，一看都知道你不敢。你看 Coco 老师敢不敢？敢。我会说18。开玩笑了啦，怎么会有18块钱的东西呢 ？OK， 好，所以我们就说去询价，然后我们要还价。还价，对，所以咱们有个词儿叫讨价还价。讨价还价，马嘎，讨价还价，讨价还价，讨价。还价，讨价还价。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不是讨价，它是第四声，讨价还价。讨价还价。OK， 好。那么，如果他们报的是实价，实，咱们学了这个实，还有参考。价格，什么是参考价格啊？你说参考价格，去看一看。然后参考价格是我们要买的价格贵还是便宜？
嗯。哦，老师在问你，那参考价格比咱们买的价格贵还是便宜？便宜，当然便宜了。参考价格比咱们买的要便宜啊。哦，嗯，这只是参考价格，参考价格就是不是咱们买的那个价格，咱们买的价格是成交价格啊，孩子，天哪，你别做生意了，你做生意你就赔钱呢。Trời ơi, cái thằng nhỏ này, thôi đừng có đi buôn bán thì lại phải đền tiền cho người ta. Chứng giao giá cơ. Chứng giao. 什么是成交啊? Thành giao. Chứ là OK 啦, 我答应你的价格, 你出的价, OK. Job done.还有出厂价，出厂价，今天来给你教几个比较难的。我们有个出讲出厂价，比如说一件衣服，一件衣服，它在广东，它在广东生产，听懂吗？嗯，那出厂价是什么？就是在广东，在那个地方卖的价格，嗯，然后，那他到胡志明，越南胡志明，他还要加上什么价格呢？嗯，当然，当然。他怎么能一件衣服？他怎么能回到胡志明？他飞起来吗？他自己有脚，他跑的吗？嗯、他要做什么？怎么能从中国广州来到越南胡志明呢？飞机。他坐飞机呀、啊？那坐飞机那，那价格贵不贵？贵，所以做生意一般他们不用空运的，他们不用空运的，他们用什么？海运。对了，他们用海运，是的。那出厂价是相当便宜的，这价格是相当低的，这出厂价啊，然后到什么？比如说他从广州，然后他到这里，然后你刚才说的是海运，那么海运这里是坐船的，对吧？这就是船，那这船还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这是工厂，然后到这里的船，我们叫 FOB 价格。知道什么是 FOB 价格吗？我们有三个概念，你要做好准备啊，这比较头疼。到胡志明呢，我们就叫 D， 它就已经是到达了，它已经是属于 D 组了。那在工厂呢？出厂价，然后到这里叫 FOB 价格。什么是 FOB 价格呢？叫离岸价格。所以啊，这报价很多的。哎一个做人力资源的人，现在要去搞价格的话，那太恐怖了。
所以老师问你，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FOB 是什么价格？就是从工厂呢，然后他有可能是他要派个车，把你想买的衣服，就是他们包装好了，然后他们派个车，他们就到这个地方港口。到这个港口，然后呢，这就是你们要这个船呐、啊，这船要海运到越南，但是这 FOB 价格是什么？我们越南语就是 zao zao man dou。接下来，FOB 价格叫 zao zao man dou。绕绕也慢兜是什么意思？绕绕行啊，绕行，super 绕行，绕绕绕绕，绕绕慢兜。翻译。不是有两，就是他们的衣服对吧？你们想买衣服是不是？嗯，然后现在衣服还在他们那边。他们的车上面，然后现在他们要把衣服从他们的车放在你们的船，明白？他们的衣服，飞蚊卷。不是，那当然了，我们要有飞蚊卷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从他们的工厂到你们想走的港口，嗯，那么你们要付的是衣服的价格，还有运费，鸡皮粉卷从哪里到哪里？从那个工厂到给到。给教练兜，听懂吗？嗯，绕绕慢兜，OK。那我们的衣服在这儿，你们要把衣服从我的这个车放到你们的船，这叫 FOB 价格，绕绕慢兜。但是呢，我们的那个包饭啊，从他们的车到我们的船。也要付钱的啊，没人给怎么办？所以这就是属于谁付的？买货的人，就是你们胡志明那边要付的。给点包子点呢，加点框啊，听不懂。包子。cái tiền bốc vác Ừ, cái tiền bốc vác, Chinh trang phê. Tiền bốc vác, tiền cẩu trục từ cái xe của họ hay cái thuyền của họ lên cái thuyền của mình này, lên cái container chở hàng này này. Cho FOB 价格, cho FOB 价格还没有保险呢。没有保险，还没有保险，也没有运费，嗯，所以出厂价是低的，FOB 也是便宜的，但是没有保险怎么办？那海运呢？海运很危险的，对，得买，怎么买？怎么买？我们就有 CIF，另外还有 CNF，还有 CIF。这个 I 就是保险的意思，insurance，这是英语的保险，insurance。那，所以你报的价格你一定要注意。它是 FOB，
还是成交价格，还是 CIF， 还是 CNF？ CNF 是没有加啊，没有保险啊。哎呦，头大了吧？立足是立足的价格是最贵的，因为它已经抵达目的地了。立足。这叫报价啊。立足就是到首家了。到手家那当然是最贵啦。所以我们有最低价格，最低价格。还有我们不说很便宜，因为有一句叫什么，便宜无好，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所以我们有一句叫很划算，划算，ra tốt， 合理，划算，划算，嗯，很划算。你别说很便宜，因为便宜，人家说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所以你觉得便宜，你就说啊，价格还挺划算的。嗯，我们经常有活动价呢，活动价，比如说双十一，双十一，双十一。嗯，双十一。那如果你觉得太贵了，你怎么说啊？价格太高了。嗯，那怎么跟老板讲价呢？说吧，关老师不是教你了吗？你现在来去讲价，价格太。老板，这个东西多少钱？嗯啊、价格，价格怎么？价格太，价格太高了。嗯，可以，嗯，可以。减低一下，减少，减少，可以便宜一点吗？可以减少点吗？便宜一点。嗯，然后老板呢，有些不好，脾气有点差，生气了，然后你怎么说？和一个成语，有可能。有可能我会去 啊有可能你会什么啊？去什么？走啊，走啊，有可能我会走，我会去别的店啊。嗯，不能，你不能去别的店，现在你就在那个那家买，然后你跟老板说，老板别生气呀、啊。别生气。嗯，还有什么？和给我最低的价格。嗯，和气生和气生财。哎，对了，和气生财嘛。
便宜点给我。和气生财，记着啊，你去讨价还价的时候，你要说和气生财哦。好，然后老板说不行不行，这么便宜我赔了，赔了，亏本，亏本，亏本是咯，亏本是咯，赔了就是补咯，人人补，赔了，成本 von 成本太高了。vốn vốn cao quá thành phần thành phần là vốn doanh thu không có doanh thu doanh tiền bạn biết rồi doanh tiền là gì vậy hả doanh tiền là gì kiếm tiền kiếm tiền 对吧？那没什么钱可赚的是啥意思？没什么钱可赚的，没什么钱可赚的，是他穷了？不是他穷了，为什么每一次都说穷呢？没什么钱可赚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价格太低了，这样我没有那个利息呀，我赚不到钱。就赚不到什么，赚不了什么钱，没什么钱可赚的。哎呦，哎呦，还有，赚不了钱，没有赚头，没有赚头，想kiếm được，没有赚头。那你来中国你会看到这些的，这是啥？入卖。这是什么？爆款。爆款。爆款。热卖爆款。还有全掌五折，上一次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是打折对吧？打折。然后说打对折，扣扣老师教过你了，打对折，打对折就是打五折的意思。就是优惠50%的意思。那么现在来考你了。比如说现在我的这件衣服原价是280元，我的这件衣服280元，那么请问打七折之后是多少钱呢？打七折，打七折之后，是多少钱？汉语里面的这个七呀，不是这样写的，他们就这样写的啊，没有横，没有中间没有个横，打七折，打七折是减少多少钱？等一下，等一下，84元，打七折就这么便宜啊？怎么可能？打七折是减少多少？百分之多少？打多少折？打七折。七折。这个孩子196，对，对了，
打七折就是196，老师来告诉你啊，那小聪，小聪，比如说280元就是分成10份对吧？那每一份就是28元，那28元乘7那不是吗？就是196元，打七折。那打对折呢？打对折呢？140。对，嗯，对了。如果他打一折，那是最打的对最多，打一折就是28元。他打一折就是少了90%。打一折。嗯，打一折，因为在中国有很多时候他们是反季节销售，他有个活动叫反季节销售，反季节销售，销售你知道了，丢兔，反季节销售是啥意思呢？就比如说夏天，他们去卖冬天的衣服。叫反季节销售，所以一般这时候我们在上海，我们就去买冬天的衣服，因为现在这时候啊，冬天的衣服就穿不了，打一折，对，就是它280，那现在就是28元。哎呀，挺划算的，告诉你。这时候我们叫划算，哈，划算，划算，划算，对，很划算。好货，好价格。嗯 ，OK， 好，那关于报价，你还有什么想问吗？嗯，老板告诉你一个价格，但是你觉得还是挺贵的，你就说再商量一下吧，再商量一下吧，再商。嗯，就商量一下吧。商量一下吧。来，老师教你几个专业词语，叫批发。批发，批发，批发。知道越南语有这个谁和来批发，还有零销售，零销售。还有满脸零钱就是点脸，零销售就是满脸销售，销零销售啊，零怎么怎么写，就是在这儿啊，看不见吗？啊，看不见啊，共批发了谁来啊，什么谁来啊，谁批发是谁，零销售是来。嗯，老板再商量一下吧，再优惠点儿。你那时候啊，嘴巴要甜呢。cái miệng trước khi nói là phải phết mật ong vô nha. trời ơi phải ngọt ngào chứ.
老板，再商量一下。就学那今天的那几个小妹妹啊，再优惠点，再打折，再打点折吧，再打点折。饮添咩？啊？饮添乜个？嗯？再优惠点，优待一下một chút，再打点折，giảm giá thêm đi，再给点让步，让步，再给点让步，让步，让步是啥呀？硬的，硬。用什么？因为跑步，拥抱。哎呀，讨厌吧！突然跑到拥滚，那滚是全了，有哪一个词是全了吗？天哪，脑子去哪里了的？对。哎，就难，哎呀，就难。再让步点。要会。少一个点。少一个点。点，嗯。少一个点，知道少一个点是什么意思吗？少一个点，啊？不是一个点。bớt một phần trăm nữa。哦，一个点，少一个点，这是一千块钱就少一个点，一个点。那少，记住啊，少十个点，那来，说吧，打几折？这个打几折？起来，哎呀，尿个尿啊！要学的，去买东西就别多给钱了。这减50%是打几折？打对折，对了，打对折，是没错。这打几折？打三折。对了，哎呀，那么好。打四折。对。打几折？七折。七折。六折。六折。打八折。打八点。打八点。八点。这个点啊，八点五。八点五折。这打九折，这打9.5折呢 ，so easy 对你来说，你还假装头疼啊？哦，OK， 那折扣，折扣，折扣，一毫，对，折扣。打折，折扣，原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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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哎呀，你要慢慢习惯了啦，你到
那个商场啊，哎呀，全部都黄黄红红的，黄色、红色，哎呀，九折、七折啊，哇塞！还有买一送一啊，买一送一，嗯，买一送一就等于打对折吗？还有买多少就得了什么？哎呀，哦，那得六折了一共，得打六折啊？啊，那这个六折啊，来打六折哈、啊。对，这是打六折。打六折了3%。哦，打六折了不？天哪，这个你真的很得认真起来了。打六折就是，少，对，少40%，这叫打六折。那少30%就是打七折。对，到处你都看到，哎，打七折就是少30%。打六折就是40%，这是打对折。这个数字越大，减少的越少。这数字越小，减少的越大。不对，越大。对了，很好。哎呀，买东西如果你能买到打一折的东西，好开心的，美呀、啊，美。那看到了吗？打一折几？不对，对，你注意一个起呀、啊，打一折起。全场七折，全场七折，全部 sell 80%。OK， 哎，老师发现今天你学这个进步了，比上一次学价格你进步了很多，哎，是什么秘诀呢？啊，我讲打一折几来意？打一折几就是占几咩啊？到1%啊，占咋几咩分占？不到，不是，就是说占到这个是一折几，就是一折不是最少吗？占打一折了，占有一折中啊。占90%的，对不？对了，谁了？一折起，比如又得一折，要两折了，80%。三折了，占70%，对了，一折起，讲起了，占到90%。thì mình phải dịch ra tiếng Việt là giảm từ 90% trở xuống, không thể trở lên được nữa.90% trở lên thì có nghĩa là gần 100% rồi. Thì cho không à. Cho nên là mình phải dịch là giảm từ 90% trở xuống. Trở đi. Ở đây mình không thể dịch là trở lên được nha. Up down. Nó. Tả trở. 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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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u.来一个 promotion 啦，thúc đẩy đẩy hàng đi, cái hàng để đẩy đi. 云麦。对，对。
那还有在这边它有两件八折，不是打八折，要买两件才能享受打八折。系，梗系做半斤。打一折起，打两折起，打三折，打四折都有啊。还有打8.8折，3.8折，8.8折，22%，3.5%的，我7.8折才是3.5%，八八点点八折，啦，9折就是10%，对吧？那这里还有。对12。呀，就是只是减，你别搞错啊！上一次老师已经跟你说了，老师的学生去就在餐厅啊工作，然后餐厅打是8.8折，他以为是跟你一样，刚开始说以为是打二减22%，所以客人付的钱。少了，他自己要付，哎呀，可怜。112分，这个必须得记得住啊。最近有什么活动吗？双十一搞活动吧，双十二，大减价，大减价。大减价了又。来哈啥呢？买哈啥？大减价？其实大减价它也不是东西不好，就比如说，就什么，就说它的仓库东西太多了，所以它要，哎呦，它仓库东西太多了，它就没地方放了。就像那些 Uniqlo 啊、H&M 啊、Mango 啊、Zara，他每一次都搞很多大减价的活动呢。满350，满350，么办？300块。thì giảm Giảm 50. 50 tệ, đã đối chiếu thấy được rồi ba, Anh đó là còn có, ai ạ, những cái đó đừng gọi bạn rồi, đau đớn chết đi, toàn trường bao dầ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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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o dầu. Free, free, free 什么？Free. 运费，运费。I'm a fish. 全场包邮，包邮，free, Free. free, free。天哪，现在可以 free 的话。给我吧，如果 free shoot 的话，给我。这个 Free shipper, free shipper，可以吗？原可以厂发 free 表 shoot 吗？你可以 free shoot 吗？可以。啊，那除了 free shoot 之外，如果是都 free 的话，那多好呀！给我吧 ，free，OK。如果不 free 的话，那就别不用 不用不要买了 我给你讲对，包邮的。包邮包邮，包邮 free ship 包邮，好的。OK，好。那么今天关于报价，咱们先学到这儿，然后现在
教你去去哎呀，现在已经不分享资料了，你的脸上就是大大的啊，你笑起来吧。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了，好丑啊，难看死了。现在咱们就去乘坐飞机咯，乘坐飞机哟。你准备好了吗？准备上飞机啦，准备飞啦。噔噔噔噔，现在老师带你去办理手续。这叫啥呀？上一次告诉你了，这叫登记牌。好，现在假如你就在上海国际飞机场，在浦东。上海有两个飞机场，一个是虹桥，一个是浦东。那么我们越南航空公司叫越航 ，Vietnam Airline， 就在浦东，上海浦东。如果有变化的话，它另外有通知的，但是一般都是在浦东。现在老师带你去问一下越南航空公司的柜台在哪里，那个他们办理手续的地方叫柜台。柜台。柜台。然后你去买东西，你去付钱的那这个地方也叫柜台。你去买东西，你在那个地方付钱也叫柜台。但是在宾馆不叫柜台，叫前台。雷顿鬼雷顿叫前台，前面的前，不叫柜台啊，别搞错啊。柜台。柜台了。给鬼。飞机常用。飞机场还有那个购物中心呢、啊、都可以用的。叫做 为check in 的嘛。对。讲办理手续嘞。办理手续啊，办不是动词办，就是做吗？做，但是跟手续有关，我们用办，不是做手续。làm thủ tục。处理土豆，我们用办。办理手续。那咱们去，你不是出过国了吗？你去办理手续要拿的是护照，对吧？你拿的护照，但是现在你就问。请问越南航空公司 Vietnam Airlines 的柜台在哪儿？然后他们会回答的就是越航在 D 行。D 行。D 行。这里他出了一个 D 行。D 行。就是他不是有很多吗 ?ABCD 吗，对吧？然后其实老师记不住了，他应该是在 E 还是 D， 但是假如他是在 D 行，我们就是在 D， 然后你去找，你推着行李去找 D 行，然后你记着啊，去问人家必须得说谢谢您，然后找到了 Vietnam Airlines 的柜台，你就说我要办理手续。
老师很久没有去飞厂办理手续了，但是在中国应该是也是他们那边的，不知道是应该是他们的人，所以要说中文或者英语。请问你要托运行李吗？那今天有个生词叫托运行李，行李是行李，那么托运你猜？Giggle，要的，然后把行李放上去，然后他们就过称跟，然后就说：“哎，先生，您的行李已经超重了，overweight，overweight。Overweight ”超重了，超重了。但是因为行李如果是超重1、2公斤的话，OK，没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一般都说啊，您先把一些行李拿出来带在身上。但是老师说的这是 Vietnam Airlines 的啊，因为 Vietnam Airlines 的飞机票是相当高的，其他便宜的那就没有了，它有规定。只能带多少就多少，身上带的要多大，它有规定的。先生，您的行李已经超重了。行。那我们怎么跟他们说呢？超重的话要付钱的，但是我们不要付钱，我们就说可以，招，照顾一下。可以照顾一下吗？然后他们其实他们也蛮友好的，他们就说您把一些东西拿出来带在身上吧，稍等。之前 Coco 老师在复旦大学读书，然后他们说："您把行李拿出来吧。"然后 Coco 老师一拿，就是一个电锅，电饭锅。Vừa nói vừa cười không nghe. Trời ơi，老师一拿出来就是一个电饭锅，给我拿我饭，我给弄一个电饭然后他们一看，他们就算了吧，算了吧，您别拿了。啊！哎，等来好吗？时候是大学啊，那个读书嘛，笑死了。一拿就拿个电饭锅，买个电饭锅，哥哥在念吧，给巴里的，mấy ông đó chắc cũng hết hồn dữ lắm. Sao là, nín biến hả? Sao là, nín biến hả? OK，稍等，稍等。稍等。然后他会问，请问您要靠窗户还是靠走廊？窗户、走廊，就是在飞机上，你想坐靠窗户还是靠走廊？请问你想靠窗户还是靠走廊？你想靠哪呀？靠窗户，哦，
OK， 你自己说啊，在这边老师因为是老师，所以老师说我要靠走廊 ，pass 知道吧？嗯，靠走廊方便一点呢、啊，可以逃跑的。是啊。嗯，靠窗户还是靠走廊？其实啊，如果是你做月航，那时候太热了，靠窗户不好。是三点，三点那时候实在太热了。靠走廊吧，走廊方便点。OK。好的，您稍等。这是您的什么？登机牌。嗯，登机牌是不是刚学呀？嗯。嗯。您托运行李的小票已经贴在上面，请您保管好。托运行李的小票。小票。嗯。那个托运行李不是有一个小小的吗？对，对，然后已经贴在上面了，好好保管呢。告诉你啊，做月航你要保管好你的行李哦，别出事啊。嗯，小心哦，祝你好运。我在哪里过安检呢？过安检，那把它记下来。你猜过安检是？走路顺利。不是什么走路顺利，过安检呢、啊，就是海关检查。啊。安检。在哪里过安检？台湾。嗯。您往那边先过安检，然后到第68个登机口等候飞机，等飞机啊，登机口，这就是去找登机口，去找登机口。嗯，登机口，嗯、这登机口你要注意，因为有时候他会通知，登机口已经改变了，就是本来是68，现在是到哪里哪里，有时候他还要下楼或者是上楼呢，这就是安检，这就安检，安检，然后他会说转一转，转一转，转。这简单，转一转，转，转，转过来，然后在中国过安检，你一定要做好时间准备啊，因为它相当长，它检查的挺严的，嗯，所有的，吐，嗯 ，OK， 好，现在你来说啊，现在你来说，去问。月航在哪儿？月航柜台在哪儿？请问？月航在机航。不不，你自己去问。啊啊、请问越南航空公司的柜台在哪儿？请问越南航空公司的柜台在哪？现在不是你读了，现在你要跟人家说话了，对话了。越南航空公司的柜台在哪儿？公司不是公司，公司。嗯，柜台在哪儿？嗯，然后人家回答，谢谢您。嗯，然后到了。我要办理手续。请问您要托运行李吗？
请问您有托运，您要托运行李吗？我要的。把它放上去吧。哎呀，超重了。那是我说的，啊、那是我说的，那是航空。哎呀。啊，让我啊。对不起，让我脱下来。什么脱下来？让我拿下来。不是，让紧照顾一下吧。紧照顾一下。嗯，你要那时候你要装可怜呢、啊，紧照顾一下吧。紧照顾一下。嗯，好的。这是您的登机牌，您托运行李的小票已经贴在上面了，请您好好保管。好的。问他在哪里过安检，因为国际飞机场挺大的。请问关检在哪儿？在哪儿关检？在哪儿关检？嗯，你往那边，你先过好安检，然后去找68号登机口等飞机。谢谢。嗯，然后去过安检。过安检，你知道过安检要怎么检查对吧？嗯。改在怎么说？脱鞋。改他愣怎么说啊？你根本没有他愣。你没有他愣吧？没有。改动后脱手表。手表。讲边子房吗？还没。边子房。还没。翻译这一句。啊。边子房。边。胖雨房。充电宝，乱说话。充电宝，你别把它放在行李箱啊，不能放在行李箱的，能把它放在行李箱。有充电宝吗？请把充电宝、手机、手表拿出来，放在篮子里边。篮子是啥呀？还打字？签名。签名。签名也没签名。充电宝记住了没有？充电宝。嗯。还有啥呢？还有你没有的。嗯，你没有腰带 ，OK 了，转过来，转过去，转，先生 ，Now， 新美翁đi theo chúng tôi đến phòng này， 怎么说？新美翁đi theo chúng tôi đến phòng này， 因为他一直哔哔哔，先生。请您、跟我到这边来，这边聊，嗯，到这边来，然后他们要求你把所有身上的所有都脱下来，认真的检查，嗯，嗯，OK， 那
今天关于check-in，我们学了一些生词，就明白了。吃，那叫什么？登记。登记牌。登记口。这叫登记口啊，怎么是登记牌了呢？登记口。这叫啥？这叫登记牌。对，这才是登记牌。你看到了没有？在这边，它就是在在哪里啊？这个，这里有你的座位，你坐在哪儿？还有，他也写那个你在哪里过安检。你在哪个地方过安检，还有你的座位是在哪儿，还有你在哪个登机口等飞机，都在这里面啊。听懂了 ？OK， 好。关于飞机场办理手续。还有啥没懂？如果都懂的话，下次课我们就去参加博览会了。去参加。参加，对。参加参展。不是我们去参观，而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展台，我们自己也有个展台。chúng ta cũng có một quầy bán hàng ở đó。怎么样？下次我们学哈。是。好，合作。那。今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2023年。11月5号。好像是一个人在那边过生日哦。对吧？那时候就在那边过生日喽。哎呦，难忘哦。OK， 好，这就是下周啊，不是下周，周末我们就学这个啊，去上海参加博览会。天哪，好意思吧你？去上海。上海它就是啊，叫个上海金博会。OK， 好，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没有的话就晚安喽。晚安，老师。还有啊。除了这个进展呢，参加博览会，我们也得安排时间呢，练 SKK 高级哦。你语法那么差，你必须得练的，不练会打你啊。还不是？对。好，辛苦啦。拜拜，姑。